主要以复习为主，学习大红拳难点动作。第一项，复习大红拳9到15动，请看正面演示。 9到15动里面，主要动作难点有两点。第一点，在节奏随后的缠头裹脑，必须先走左手，后走右手转身，左手放于腰间，右手架于头顶。第二项，再看示范啊，左手右手同时转身。 第二项，上步七星，最主要是方向。第一，上右步右斜方45度绷拳，下面，让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大红拳1到22动作。 先看正面，大红拳1到22的动作，正面演练，预备，1到22动作，正面演练，预备。
下面进行大红拳一至二十二动，一至十五动，反面示范。一至十五动作里面有四个重复性动作，请大家再次观看四个重复性动作。第一个重复性动作，缠头裹脑。第二个动作，正脚摆头二。第三个动作，上步七星。第四个动作，顺通臂走。停。四个动作里面需要注意的有四点，前两点已经讲过，后面注意两点。第一点，在缠头裹脑正脚的时候，正脚的时候是向左后方四十五度脚摆头，双脚方向是右前方四十五度，正脚摆头，手臂收于腰间。第二项动作，顺通臂。顺通臂主要是难点是胯部与护肩的连接，胯部与护肩的连接。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希望大家注意练的时候注意这两点。下面进行大红拳难点动作练习，第一项，三把手，预备，双手先看示范性动作，走。先看过就好。示范性动作。下面学习三把手，预备。第一项，双手相扣变掌，相扣，由右至左护膝，一护于左膝，同时上左部云手，上右部云手，正脚摆头，再来一次。双手相扣，一云手，二上步云手，三正脚摆头。第二项，转身迎面撒，来，预备。第一，示范性动作，转体接住，我停，因为先看我左。第二项，学习转体迎面杀，先看示范性动作。
下面学习转体硬面杀，预备。第一项，左手变掌护体缠头，转身180度向后直膝推打，落步马步点手。好，请看第二遍，预备。1 2 3 4，转体迎面杀需要注意的难点，主要是以缠头转身同时出掌，转身同时出掌，落入接住。第三项，左右盘肘，先看示范性动作。下面学习盘肘，转身盘肘，来，预备，身体右转180度。提膝步，膝二落步，还有二提膝，隔膝落步，盘肘。好，第二遍，预备，转身与提膝护膝同时，一二落步，盘肘，二三。转身盘肘主要两个难点，第一点，在转身的同时手臂护膝，第二点，落步与盘肘同时，左右提膝护膝，落步与盘肘同时。下面再看左右盘肘动作练习，预备，1 2 3 4，行。以上就是本节课学习内容，尽力。